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这盘棋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34届中国围棋天元战，是由杨鼎新对阵连笑。这盘也是感觉时隔了好久，才开始的比赛。是啊，连笑好像最近状态怎么样啊？连笑还可以吧，这个最近确实比赛也是不多。但是在之前他的状态应该还是很好，对，几个也是进了几个决赛。我记得在围甲比赛中，他对自己的这个围甲，算是第一阶段吧，还挺不满意的。挺不满意。他觉得好像，今年比赛确实比较少，所以呢，好像刚刚这一密集比赛，因为我们第一阶段的围甲是连续下八轮，中间我记得就休息了一天，所以赛程真的是挺紧的。确实，对。后来我唯一也是下八盘，然后休息一天，感觉确实也是对于我们这种老年棋手来说，也是挺辛苦的，确实。主要是好像今年在前半年大家都在休息的状态，都一直没有比赛，所以到了这个下半年啊，很多比赛呢都聚集到了一块儿。如果能面对面下呢，就是反正让大家尽量的面对面下，这样的赛程安排本来是全年的赛程，等于说压缩到半年必须要完成。对。所以这个就比赛还真的就特别密集。我记得以前我们围野好像有两次休息，两次休息。对对对。所以我像围甲，取消了主客场，然后又是连续下八盘。是，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今年的这个特殊的情况。本局是杨鼎新好像最近也还可以吧，他们感觉因为世界比赛好像他们也都在参加，好像也还可以。应该说是旗鼓相当嘛，他俩，对，感觉上，状态应该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今年对 对比赛都挺少的。对，这盘连笑的黑棋，我就看看棋吧，这个新小木的开局。对，然后黑棋是象小木，对，然后黑棋守这个啊，这个反正都差不多，守哪个都差不多。我好像我也有一盘，我是走到这儿，这对手然后走了个这个，然后这个角再怎么守呢？然后我没守，然后就点33了，我记得啊，这反正都差不多吧，这个都关系不是很大。然后挂角，挂角。然后黑的下了一个就最常见的一个飞，把它跳，这个也是跳这个这个棋为什么是守在这儿我搞不清楚，反正这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好像黑棋单关跳的相对来说是不是少一点，好像白棋的多一点，会多一点，是不是是因为白棋下这个可能扎实一点，还是为什么也搞不清楚。没有特别深的研究，总感觉胜负不在这儿，不在这儿。点角，挡上。点角，现在征子白棋有利，白棋应该会飞了。现在这个棋。哦，一说到征子，我们就反映到了那个定式，就是哪个？这个顶了扳，这个扳断嘛。对，扳断。对吧？然后就是只有这个才可能有这个征子。是的，是的，是这个定式。我觉得是，征子有利的话，看上去白棋应该会这样走。那如果这个就是白棋征子有利，那黑棋可能不打这个，打这个了是吧？因为这个被你征了总不行。对，被我征了你肯定不行，但是你可以顽强，顽强的话。哦，顽强搬一个。对，顽强的搬一个，这被我征了你肯定不行，你要顽强的搬一个。那么下成这样的话，怎么样呢？看上去我这个棋更喜欢白棋一点。我感觉白棋就通过这个走，然后跳船，然后把黑棋的这个跳的这个潜力就顺势的给打消了。看上去还是可以满意的。
你觉得呢，陈老师？我觉得既然黑棋本来我们那个定式都是飞一个飞一个的、嗯、然后现在呢、嗯、由于这个子不利，对啊，所以说你只能搬一个、嗯、那我总觉得应该是白棋还可以 对吧，就你选择了一个勉强的这个搬，对，你本来是、嗯、如果都觉得这个搬好就都搬了，就不可能有这个飞了，是这个意思？对啊，啊、嗯，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争子、嗯、对你没有办法，所以搬了一个啊。那么确实我是也是觉得白棋这样还是可以的，因为黑棋这个效率其实没什么目，这个你这边是不是还欠着棋、啊？欠着棋，对，可能还得走一个、嗯，不管是尖啊走的还是要对，嗯，感觉上白棋还是可以，但实战确实杨立新没有这么下。没有选这个定式。嗯，杨锦新的棋其实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去判断，因为杨锦新就上次讲棋也有讲过他的棋，就是他的棋啊，就感觉巨厚，下的巨厚巨慢，后发制人。对，就是他应该是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世界棋坛就是对于后世这个理解就是独一份，就是他能把后世下的就是特别好，就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棋手都是喜欢实力的，对啊，像杨锦新这种比较酷爱后世的还是少见一些、嗯、啊，他的棋巨厚。那如果这么说的话，莫非他读懂了人工智能的招法？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厚着厚着他对这个控的也不是特别敏感，上一次我讲他的棋他就是因为这对控的那个不是很敏感、嗯、后来就是输给那个朴廷桓的那个比赛。哦啊，输给朴廷桓还是任旭啊，忘了啊，朴廷桓吧。嗯，就是他本来是不错的，后来等于他还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追求厚、啊、还是在追求这个厚的这个下盘、哦、对，没有对这个目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缺点有优点吧，反正实战反正他是尝这个，如果是我下、嗯、我绝对不会这么走，我只能、啊、一定会选择、一定会选择搬，而且尤其我争子还有利，嗯啊、嗯、我反正但是这种棋确实我估计百分之是不是至少60-70%的棋手可能都会选择这个正常的这个班。嗯，像杨鼎新他选择这个长肯定就是说喜欢这个定式，他有他的一个判断、嗯、就是他对你那个判断可能他觉得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嗯、啊、就每个棋手的判断是不太一样，嗯、啊、他认为这样也可以，嗯，也可以再分个头、啊、那对于连笑来说的话他肯定很开心，就下成这样他肯定很开心，但我认为他可能更害怕的是白棋搬的走、哦、因为连笑那大家太熟悉了，那就是绝对的实地流，这个绝对的实地流，但他的力量不是也很猛吗？他的经常举着大刀向前冲，他举着大刀向前冲对啊，他是把地捞了以后、嗯、他用他的孤棋跟你的后世向前冲，对，他其实这么不讲道理吗？对，就不讲道理、嗯、就是这样的向前冲，其实他是非常酷爱实地的一名棋手，哦，嗯嗯，看起来连笑不像是这么不想理的小朋友啊。不，他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当黑棋分头的时候，白棋选择了脱先。哦，他先脱先了。对。哦，挂这个。这个，我只能说是杨鼎新他的风格了。我确实没有办法去理解。这边也不逼，这边正常来说，如果是我下、嗯，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嗯，我不知道。大多数的棋手是就是这样，就是如果黑棋漏的话，那么白棋肯定是尖下来这个棋，然后搬搬，对，让它断一下，打掉，对，好像可以挖一个，哦，可以挖是吗？那这不能挖吗？我不知道，哦，可以挖的话那就不同了，我觉得是可以的，这要尖一个这不太灵吧。啊、嗯，陈老师太厉害了，这个棋确实我是没有想到呀。那我怎么办呢？我也是懵的。没有，嗯，这我如果粘上的话，被你断了，嗯，我是不是有点问题？这个棋看上去有点问题。如果我打了冲，你就弃了，是吧？这个样子，嗯，弃掉了，是吧？弃掉是吗？嗯，应该是吧？这样，这好像看起来还不错，是吧？好像是黑棋还可以哈，嗯，这个感觉上，白棋吃的不是很大，嗯。
这个棋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如果立这个，还能立这个？立这个，这个，你是立这个吗？如果我立这个序就还原了吗？我肯定不能让你还原，我肯定得往前冲，我想大刀往前冲。我还原感觉我不行，这个棋我只能往前冲。拐我拐，搬下来。我应该打了长，这就很复杂。拐这个吗？拐这个。哎，这走哪儿？我不知道了。应该是拐这个，看上去。然后我冲，应该是有冲。你搬一下，爬出来吗？爬出来，对。这是个怎么回事儿？这是个啥呀？这个对啊，我怎么摆出一个这么复杂的？不，也许是，也许是一本道，说不定是吗？对对对，这没有啊，对，这没有啊。嗯，这样好像黑棋也不错哦，好像黑棋也不错。啊，陈老师这个挖好棋，这个大家跟我都学到了这个棋啊。这我要随手一煎，我每次都学俩定式，这你学一半不？我赚了，不亏，我也不亏。我要打外边，我应该只有打外边了，打外边然后接上。那我也断，是不是也可以断呀？断，可以吗？太复杂了。要不可以断的话，那就只能这是什么？割了，可能也是一个弃子吧。打起来，可能也是一个棋子，好像黑棋也还不错。你拐右虎还不见得有这个好，这弃了好像好。啊，哦，这个挖好棋，这个挖是好棋。好棋，下出了一步好棋，好棋得到表扬。这确实确实厉害厉害啊！那白棋这样的下法可能不见得好。嗯，这边一挖是。那他是担心这个，是这个样子吗？这因为漏的话，白棋可能应该是那样下的，应该是。嗯，那这个棋就从来都没有守回去的概念是吧？就一定要黑的啊，这样感觉就失去了我的这个逼住他的这个意思。哦，他就就地做活了。对，本来你如果你直接跳的话，我飞住你的话，本身目数和眼位都差很多的。其实，等于被你飞一下，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情。嗯，没有这个心情。嗯，啊，所以可能杨锦欣也是担心这个，是有可能的。对，那他们肯定是会看得到这个。那么实战他等于他就脱先了。然后黑棋这个如果能点着一下被你。让你粘上它肯定是非常舒服。点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点一下。我但是一般来讲，这样的棋形不都说嘛，点一下跟你粘交换，只有便宜没有亏。是，但是白棋我肯定不会粘啊。我就这棋，我说我就拆出来呢。但我看大家也都点，就算点不着，大家也 点。对。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说以后哪怕你在天上走一走啊什么的。只要能把它逼回去就是便宜的。就这种点就是反正我下的时候我挺虚的，就是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确实也会去点，但是好像挺虚的。反正人家要粘上你就便宜了，人家不粘你也不知道后边怎么办。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但是我也会点，但是点完以后的变化，但是你要如果先走一个以后就能点着了。对啊对啊，我觉得就如果是我下这棋，我肯定我不黑的，我感觉我就走这儿了。我觉得我就淡定的走一走。对，一会儿再慢慢的。一会儿再慢慢的来啊。作为我来说，我可能会选择这样简单一点的下法。啊，像这种太高深了，我是有点不懂。啊，就这个时候他尖冲一个。这棋其实我觉得白的就拆一拆。不好吗？他就是觉得他尖冲了跳，他觉得这两个交换便宜了，这不是人工智能绝学吗？尖冲，绝学是吧？不是尖冲脱先碰三大绝学吗？反正
这个煎蒸，我好像也看见谁下过，也下过是吧？下成这样，这个确实比较难。就是从为我个人来说，这个拆一个可能更简单、更容易去就是下，像煎蒸一下这样，他就觉得这两个便宜了，他觉得这两个便宜了，对、对，然后还得加一个，加一个。白棋暂时就没得动了，是吧？粘了给你断了。不过这粘粘也粘不出手，是吧？那粘不出手，但不粘将来被抠了的话，这个。但是如果真的是粘了，断上去怎么样？碰一碰。就粘了断，其实也不见得就不行，但就是可能。那就作战了。会不容易下出来，实战等于是脱先，这个棋确实。看上去就比较的难了，这个靠反正肯定是这个逼住以后的一个最严厉的一个下法。对，就是你反正你搬里边的话，它反搬下来，肯定黑棋作战是有点困难。那正常来说都是搬外边，然后它就搬脚里，反搬。也有的时候也有利的一个下法，就是利的话就是双方和平了，就这样。然后黑的有单虎的，有搬了。那他是虎。对，然后你打吃，然后就接上，反正，这打吃就接上了，就和平嘛，也可以也有脱先的，对，一会儿就也有开劫的，对，也有脱先的，就这样就是和平了，反正就大家双方差不多，就算了，就是肯定是这边比较危险的时候可能会这样选择啊，现在的话感觉白棋确实可能搬一个。更严厉一些，搬脚，搬脚，因为这个毕竟还是跟争死有点关系啊。粘上，然后白的这个棋要接上啊。这个棋如果说你顶回来呢，也是一种方法。可以顶回来，小俗，搬这个是吧？对，也是一种下法，就是感觉有点俗，有点俗，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也还行，就是。有的时候也还行，就是你这个后势不会有太大的发挥的时候，那他要打一个脱先吧，对，打一下脱先，就现在可能黑的就把你给切了，这样的话这个后势可能还是挺有用的，就是但有的时候就是顶回来也还行，就这边如果没什么用的话，这顶回来也挺简明的，这个时控呢是还可以吧，比这个力要好，实际要好。那跟这个粘相比呢？跟粘就是你要是说这边，如果说这边没什么太大用的话，你粘可能我下去，你其实粘是一个准备弃子的一个下法。这三个弃掉？对，就你要正常来说就是你搬的长，然后黑的其实黑的双一个你就死掉了。就这样双一个就死了。对呀，这样大概白的飞一个，那搬粘、白的搬粘，黑的搬粘，白就死了。就这其实粘一个是一个弃子的下法。如果说这边没有太大用的话，可能弃子就不便宜了，可能就不便宜了。就是这个也是要看配合，就是来选择也是要看配合。这样现在的话弃子感觉还可以，就搬一个，然后比如说白的我就拐一拐，肯定把这边下后，你这个对你这个就白花一手棋，白花一手棋感觉上黑就是不太满意，是占黑的，白棋也粘上，顶这个这也是比较激烈这个棋，搬出来，因为你要长的话，就是黑的肯定就把这个补住。这样你要在里边做活，你就兄弟打架了，就感觉白棋不行。你要本来直接走接退的话，他就这样飞过或者拖过，感觉这样肯定黑棋不行啊。然后尖的话呢，所以这个顶过看着有点俗，但是也都能接受，因为我看着被人家搬二子头，其实也还行，因为毕竟是白黑棋的一个角，就是，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让他这个后势没有太大的用处的时候，其实还是挺粗俗有力的，简单啊，对，然后虎过来，这个。有点小转换的意味，转换转换，
反正这样应该也是差不多吧，我感觉双方都是你来我往的呀。挑串挖针，尝起来肯定很多棋友觉得就是怎么黑棋的一个小目一个跳，然后被白的就这么弄穿出来了。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想开一点，其实你本身脚上黑棋并没有太多目数，对吧？然后你现在白棋其实你只是穿出来了，你也没有说有太多目。然后我通过这个跳这边我也围了，而且我这些子儿过来以后对你这个段是越来越现实，然后我把这个虎过去也挺有价值的，其实就是一种转换啊，大家不要觉得这被穿出来了好像黑棋就裂了，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啊，也还是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应该是两分的一个局面我觉得。白棋贴起来，贴起来黑的应该是有端了吧，这棋对这边的一个点白棋始终都视而不见，这个让连霄很没有面子啊。对，这唯有把它断了，跟他作战。这断了，感觉这棋连霄应该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局面。跳出来。当然黑白其实我不贴，自己补一个也没什么心情。就算跳一个也好啊。但是本身价值不是说特别大，因为黑的本来飞过来了，你跳了以后感觉也没啥用，就是他肯定。挺想，确实挺想抢一手，那就看这个力量谁大了。这一棋，断他跳，让他小进。这要搬了虎，搬了之后搬了断进去。他选择了转换。这转换能行吗？这个棋。这个棋有点奇怪啊，这个棋我觉得转换不行啊，白棋。还是杨鼎新觉得这被一断好像就作战是有点问题，这样转换的话这边这几个子就全都废掉了。对。他就转到这边。那么你的后势对着我这个也不是说有太多的发展呀。那看来这个转换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我反正我现在感觉上应该不是很便宜吧。大吃。拐住。这些黑棋一定要现在搬它一下，依然很倔。如果就不搬呢，怎么就飞一个不行吗？这个棋以后再搬不行吗？反正白棋也不太可能搬，永远都不太可能搬。对啊，你搬我就硬一个嘛。这棋他觉得反正你都吃了，可能就想着惯性。惯性。反正你都吃了，那我就走一个呗。走完，其实黑的也要飞这个。对呀，他也不能被白棋再跳一个。对啊，其实走完也是要飞这个。那这飞这以后再搬不就这白的难道还能猴出来不成？猴出来我就挡一下再搬，不是也行吗？感觉也可以啊。对啊。其实非得先搬一下，很倔。那这时候，这白的感觉不能硬，不想硬，不想硬。然后冲这个。冲完了夹你一下，让你难受一下。粘上。这回他这两个子是真的不用着急吃这两个。这黑棋怎么不走了呢？这不是得走吗？走，他觉得被盖帽盖住，这上面盖帽后手吧。你这盖帽是后手啊，但是你得跑。对，那我将来往这把这跳出来。不是黑的，这挺奇怪的，我觉得这个搬一个，这手非得这个这个非得这时候搬一个，为什么要搬一个呢？搬一个也没有什么便宜的，就是这挺搞笑的，我觉得冲出来。但是这样白的确实不会吃这两个，这俩肯定人家怎么可能吃这个不把这个跳出来？这跳出来你这还没活，这也没活，本来你吃完这全都，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
能问一下为什么？我在跳。我觉得这一串儿，反正黑棋都还没有走好，还没有活进。但这白的其实也没活进。这棋以后我还可以弄出来。那你补不补？那是不是得补棋啊？这棋，这棋反正大家补棋肯定不肯。我觉得怎么也得扣出来，给你杀出来吧。哎，杀出来是吧？但你这个双臂命先手上，我可能断你这个，我急了，我断你这个。对，你这断一下，这很难受。嗯，我这不是吃这个，我是断了吃你这个。这个棋，我急了，我肯定顾不了那么多了。那这个就不是先手了。你靠是先手，但你双也不是先手，双不着，双肯定双不着了。那我就分段不了你了，那就没意思了。你看这白的跳出来了吧？这是，啊，黑的，然后去杀这个，这意思你死了吗？这意思，这白棋怎么就算了？吃这个，吃这个。他的语言是你吃不了，不是他的语言是我不要了。这么大个角就不要了，这个杨定心也是很大气。不是这棋白黑的，我就外边补一个，你不就死了吗？就随便走一个，你局部是死的呀，我没看错的话。我这挡先手，你怎么说我死的呢？啊，我这挡是不是先手啊？你挡是先手，挡我点你啊。哦，对，你挡我挡你。哎，好像真的是死的。是死的呀，就是我就说我外面走一个你。他吃，然后他吃，然后他跳在这吃。他是立的，立在这吃。搬一下，搬了虎。那这一盘倒是有点看不懂了，我有点。就气了吗？现在出来是出不来了，是吧？本身你飞一个，他不吃，是不是也活不了啊？本身不吃是活不了啊，那就是说这是先手，你不能走这个，怪不得他冲出来，他不肯虎。那冲出来，你其实他觉得他这跳是先手，你得走进去，那也是有可能的。这挖一个出不来，我这种地方确实连效比较强，这个地方这战场转换了。战场不在上面了，战场已经蔓延到了下方。他不要，他不是他错死了。他那你不是说这儿还有点赠位吗？赠他的，但好像赠不出来，他就给你扳住。你扎这儿好像翻完什么跳出来，你封不住他。那这边就你这杀一杀，然后这边不就能赠了？是，但是黑的他就不给你杀了呀。你看，他给补住了呀。安全。但这补一个。不是有棋吗？这一般。咦？哦，然后你还可以挖完之后，它这个是吧？对啊，我这搬完一坐，这不是暗香残留吗？这个棋。然后它其实你要净杀我，你只有几吗？那我这一挖。对，这还有个吃。这一吃。嗯哼。没看错吧？忽略了，忽略了，不知道。补到这儿没补住，哎，你挖，能挖我弯？你先往前拐是吧？那不对呀、啊，但是我下成这样，我挖你拐，我提这个是先手啊，陈老师。我要你这个打劫啊。哦。应该是个打劫活。哦，对，这个拐打先手没了、嗯对。对，应该是有个结果，好像有点味道，有点味道，有点味道，再冲出来，这确冲我只有挖，打吃，粘上，这样怎么样呢？这样好像白棋也不行，是吧？白脚上就这么死了，感觉是不太行啊。
不是还有点余味？有点余味啊。他还没出手，先阴着。打起来，得点一下。到现在这个地方还没人走，这个棋对啊，这个现在肯定就没那么大、这黑棋当初这要是在这儿该多好。那确实，现在你让他换，什么时候都换，贴起来。这块坐虎，然后搬粘，怎么样啊？这棋这样觉得还是黑棋好。反正现在空肯定黑棋多，这角上死了肯定黑棋空肯定多了。我觉得白棋哪里有点问题。白棋一直阴着，白棋的想法是，我这个棋还没死尽，还可以给你。靠的时候提掉，淡淡的提掉。这黑棋不吃这个。被你搬进去。活了呗，不怎么舒服，活不了，虎一下就活了嘛，活了不舒服。哎呀，太难了这个棋，倔强。然后不走了，这样的话，这个十一。二十四，需要整理一下思路。到底是谁好？不，这棋如果说那上面一点棋没有，白的肯定输飞了，也输飞了。白的实在是空太少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不是说就这么补一个，不就一点棋都没有了吗？虽然傻是傻点，稍微。补的俊俏一点的，你俊俏一点也没有用，我这提示先生俊俏也没有用，对啊，你这个贴在我后臂上一点都不俊俏、那就傻一点呗，对啊、这个、如果你算成这个提示先手的话、真的就肯定是往那边补嘛，但所以连笑他高效率一点、他还是觉得太傻的不行，还是要俊俏的补住，但补没补住啊、就是要没棋白的肯定不行，这样角太大了，现在把黑的打入，白的如果盖住是什么？白黑的就气了是吧？搬了打一下，压一个，应该是这么个操作，感觉，他就气了，走一走，简单走一走，包扎一下，应该是，应该是不可贪吃。不可贪吃，对吧？如果搬了吃这个、这样贪吃的话，就等于说你被人家包进去，你收起吃应该是不得。看到杨鼎先这一步靠，我估计是形势应该是有点难的，要不然杨鼎先不会这么走的。这靠不是好像经常这样的飞。我看他们是就是你腾挪的时候或者什么借用，但是人家已经打到你门口了，你还去腾挪，这都出来了。正常来说肯定是太重了。对，打到你家门口了，你这还去腾挪？我要搬，然后打吃，这个棋好像白棋。形状也看着也挺难受的，它只能粘上啊，是吧？是，看上去我觉得形状不美观。顶爷今天这个状态堪忧，我觉得是不是太久没有这个？又很久没有比赛了，又很久没有啊！我记得世界大赛不是在网上，好像我们最近又下了好几场呢，但我觉得已经很久了，至少一个月了。病一个，对，由于这个特殊时期，好像咱们中国棋院也没办法训练了。以前国家队啊、国少队、国青队都会在我们棋院进行训练，
最近好像大家今年是不是都是网络训练？没有，他们前一段有去那个衢州集训，啊、对对，嗯，但是也是部分骑手，部分骑手、很多都没去、嗯，对，应该就是国家队的一些骑手吧。嗯，另一个这个地方说你不是很好连，这白骑着靠船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还没看懂。他压住他不肯，然后他就觉得没骑下了。那下成这样，那你在走啥呢？白骑这实战，我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嗯、就都又气了。你本来不是能吃点黑棋吗？怎么就死了自己？这个顶爷的这个判断理解确实，其实他确实有的时候不是很那个，不是很理解他的那个想法，但他确实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好像那个什么，但下一下就要好，很厉害。拿黑棋没招啊，虎一个，这个这局部是啥？对，虎一个，局部是个啥？哦，搬了虎，好奇，因为我看搬了粘明显气不够。嗯，搬了虎一个好奇，这气够吗？这应该是一个缓气节吧。嗯，然后加立下去，这可以接一下，应该是一个缓气节吧。接人家就吃，是我肯定狗不骆驼。那你这个缓气吗？缓气肯定是缓气。缓两气，啊，不走了，嗯，就加一个就脱先了是吧？嗯，就弃子，嗯，对，从下边吃，但是主要。关键我是觉得白的弃子弃半天在干嘛？这得什么了是吧？这不是这个，就我说当初我们说这个黑的吃这个班是白棋的话，嗯，好像这是跳是黑棋的呀。这白棋弃了半天，弃到啥了？是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弃完子总是有所收获。对啊，嗯，这棋黑的就跟着硬。对，然后啊来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终于来了，哦、确实是有他就是。在等着呢，为什么不是想当初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他也是有造极的意图吧、嗯、是不是？哦，就说那边他还是弄一个劫、嗯、他先提劫粘一下，嗯，是提劫吧。哦，黑棋就淡淡的把你搬死、这个、因为他觉得你这个地方哎，你粘上就活了呀，粘上就活了，就他觉得你活那个也不够了。哦，不，这个地方确实你这边又亏了，这个地方确实挺大的，这猴一下其实还是挺赚的，一时补不掉，你一手棋补不掉啊、嗯嗯、你一手棋补不掉啊，这个劫其实还是，因为他一搬的话，等于你这都后手，都是后手。如果说我们看，如果说现在白的粘你确实活了，那么黑棋、嗯、我就把这打起来。可是你这边又亏了一坨，亏了一坨。嗯、对，那现在等于13、15、18、19、20、21、22、32，你全盘就40目肯定没有白棋。嗯，黑的这地方怎么这两块棋差不多5目棋有10目棋，这块6、10、15、25、35、45、50多，白的不到40嘛，嗯，这棋肯定是还是明显，这中间其实白的也没有什么太大潜力了，现在因为黑的这现在这全是先手嘛，这也挺厚的，这也厚了，这打起来也厚了，这也不会有问题，确实应该是明显不行。那是粘白棋，他也没有粘活，上面挖一个。哦，他直接从底下打着活要求。对。那不是又形成打劫了吗？那他肯定是觉得这样活不够的。但是你这样打，其实我这几个其实也
不是很重啊，我感觉。嗯。是。因为这样，如果白棋打输了，白的困手棋。对。就是我已经脱先了一手，你还是打劫活。本来我不脱先，你也是打劫活。现在我一粘，还是把它粘死了。对，你等于还是个打劫活，就是你亏手棋。那么把它铺一下啊，这个也是要硬的。然后踢过来，然后找什么劫呢？黑棋啊，白棋就淡淡的吃了一个这个啊，哦，黑棋就这个劫。他不是，他没找劫，你提了我就跟着你硬了，非常的淡定。哦，这个棋他是吃这个的，他吃这个，然后你这一块，他觉得你长，他推推推推推推推，然后把你推死了。因为你这都比我刚才吃这么厚，刚才吃一个太稳了，对，太温柔了，太温柔了，太温柔了。嗯，白棋脚里断一个，断是先手，嗯，然后拖一下。这上面没有眼啊，白棋，一只眼都没有。嗯，那你这块棋还且得做活呢，啊，捞一下，哎，天空飘一下。这妈你要死了这棋。嗯嗯，死还不至于，我是说吃棋不容易。吃棋。我看这个连笑已经活动开了啊，反正我不去考虑这些什么靠啊，自己连连后。对，其实他真是靠一下加一下，靠反正他可能不一定敢翻了。嗯，这很痛苦的要下到这儿。哦，黑的把这个连出来了。点。但这个棋，这棋说实话，今天这个棋下的有点怪异，我感觉有点怪，是说不上来哪怪，但是就觉得有点怪，有点不像是杨鼎新的风格，是吧？对对。尝一下，然后连回，嗯。终于把这个吃回来了。我试试，感觉这得等多少手啊？一百手以后，一百手以后，对，才吃回来了。嗯，吃这个，然后顶一下，是不是简单的收官？我感觉白的应该肯定不够了，就放弃了是吧？嗯，贴一下。顶，然后呢，就把最后的这个关子给它收完。白棋跑哪儿去了呢？打劫，提劫，打吃。嗯，粘一下。一会儿，这个劫无所谓，这黑棋肯定不会跟白棋打，粘上了，然后搬。然后打吃，粘上。这中间为什么围住了？丧掉了，感觉。然后小尖，这盘棋倒是也是这个战役过后一个局部。嗯嗯。好像白棋就有点落后了。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可以，可以的。嗯，我觉得我初步感觉黑棋盘面十五目。真是。然后白的把中间定一行吧。对，把中间稍微的围两步。啊，提一个。是吧？嗯，为了挤一下，
这个白的得立，要不然的话就全都没了，这木薯全都没了，全都要粘回去、嗯、对，那白的黑的粘上啊，那白的跳着啊，像是这样，我们点一下木吧，这十三十的是不是34，34，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点点木，看看您点的木是不是跟我们点的一致。白的大概45木器左右，白棋45，嗯，黑的呢？10、10、15，小60。60，60刚好60。好，那就盘面15木，嗯，盘面15木的优势，嗯。白棋木太少了，这个棋，嗯，这个棋到后面呢，确实还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收束，不过也没有什么波澜、关系了，是吧？对，就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么平稳的收到最后，啊、最终呢是连笑中盘获胜，嗯、也马上也结束了，没多少手棋了，对，嗯。不过这盘棋呢是三番胜负的第一局，第一局啊、所以杨鼎新还需要及时的调整一下状态。今天这个棋气有点怪，下的 好像发挥的不太好，不太好。这盘棋有机会吗？没有机会。那今天我们看了两盘完胜的棋谱，对对，嗯，是这感觉这个脚上怎么突然就死掉了？我是觉得这个地方这个突然搬了段转换不是棋，对，好像就是这个。对，黑的其实还不用搬，我觉得白棋更不好下。搬完可能他威胁你这样冲出来也挺好的，嗯，反正脚上后来就突然就死掉了，杨鼎新可能对脚上死活好像没有注意太清楚，但后来他不是一直瞄着这个打劫、瞄着这个，但这个劫可能黑棋也不太怕，就连笑补在外面，反正他开的时机好像不太好，这块主要也挺有点怪异，确实话今天这个棋下的有点怪，嗯，也没看到什么明显的机会，基本上完败，嗯，看看他能不能调整过来吧，对，调整状态吧。对啊，接下来他得先赢一局才有第三局，不然的话就要结束了。嗯，那最终的这盘棋是连笑中盘获胜。中盘获胜。那好的，那今天的讲解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